还快一点，走不要拿着跑。啊鱼怎么讲？不定啊！你们这个妈妈，你看她不会，来来来，不会就是不会。狗要讲什么？瓦柱，讲一次瓦柱。瓦柱。那个牛。妈妈教一下。那你会谢谢怎么讲？要讲没讲讲？谢谢。数典忘祖哈你。他会。没事。你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行？还好，还好。妈妈为什么？为什么还好？为什么不想学好？问题是觉得太难，用不到，还是别的原因？太难，太难。用手机以后去录那个阿妈，阿妈有没有住在一起？没有。可以用那个 LINE 跟 FB 通话视讯截录下来，讲话，是不是？那个阿妈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要把阿妈的母语学下来啊，这才叫孝顺哈。好，好，那你先集合哈，谢谢谢谢。我太阳你叫什么？我当时皮皮，你大嘴皮皮。我弟弟叫我大嘴皮皮。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了。我上课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的课我大嘴皮皮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嘴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不不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先谁学的？还跳舞的是皮皮哥，我不是在学皮吗？哎，裁判都愿意被拍摄，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，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。啊，我现在就不让你拍、啊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我学生啊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。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啊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什么提告？你去提告嘛。提告啊。我们现场就请那个。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。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，我们。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，你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？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他们都遵守，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，你钻哪一条嘛？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？不需要你拍啊！你这什么协会啊？离开啊！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！那可以麻烦你离开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考试好。我没有违法。大家都是。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了。你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。你管到太多了，裁判长、哦，这是我们的裁判长，一样啊，是一样，要服从法律嘛，一样的做法嘛，哈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，啊、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也到场内，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台，那是家长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哦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影响我们。校长，嘿，嘿，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。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。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。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对对对，对。好了，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搬法条出来嘛。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不高兴他的事情。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，那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啊、哦。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。外面已经讲过了，实名制登记，我照规定了。实名制登记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边有去查嘛。不是啊。
Udas pipi, udas y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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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, udas pip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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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. Udas pipi, pipi, udas. Udas pipi, udas yo.他一开始不是拍那个好的上来，他想要撑局数，然后再叫好的上来，别让人太晚，一局就要把他挤跑，知道吗？我旁边嘛，昨天没拍到你，昨天是拍网恩典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一球，我跟他打架，他去练饶舌，人家很脸很帅，很适合饶舌。你看我不是跟他摔跤，他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跤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们这两个哈，你看我适合打手枪，你看我适合打手枪。这是我们的班导，拍一下，两个班导。女生问。女生叫福地。哦，女生叫福地哈。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房啊？没有啦。刚刚来不及。练出几天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有打过那种比赛，根本就打过。不在很好，什么这样？如果是这样输球，你就在国民比。他尾劲还不错，哦，他那一颗，他那一颗要打高的，是吧？前面低的都不要，是吧？哦，他等一下看我送到多少意思，是吧？你关我们先守备，哦，一样，这是昨天打过的，哦，教练，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是吧？因为他们跟高粉差不多啊。等一下。要拆掉，好，那你开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。
赶快去猜啦，哎、欸。我知道我会去猜。那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那个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几个把子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我看过了，不大行，真的是你。
是屁屁，唱一首嘛，你是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好了，唱吧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爽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姐。来。哎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哦，你真是很勇敢的女生呢，你。妹妹，叔叔在录影哦。那个懒叫怎么叫？嗯啊、我打死屁屁哈！你打死屁屁，那名字叫那个。我打死屁屁。哎哎哎！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快点，扶起来，把它扶起来。是什么？比比。哦，那个，哦好。口罩拿下，没关系。口罩可以拿。来看这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我戴口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印度花岗吗？花岗屌神。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？有。在哪个场地？在屌神的那个场地。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Mahibusu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Manukataan Su。
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大爷跟诺比比说。你这样。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，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毒吗？我先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，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，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，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po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po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po文？你为什么不能po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，你再来讲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、啊、对你打、啊、现在打我等。